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抖音里面开通了我的 AI 的分身。 AI 就是人工智能，就是不用我真人去回答大家问题，如果大家有问题点一下我的主页面上的 AI， 它就能回答您的一些疑问。告诉大家我也试了一下，还是蛮好用的，一些常识性的问题、古时性的问题它回答的还是比较好的。比如说在 AI 里面问他一个什么是肺结节，回答的比较好。什么是磨玻璃结节？肺的磨玻璃结节是不是肺癌？肺结节就是肺癌吗？它会根据我之前的一些回答过的问题了，帮助各位进行解答，回答的比较好。但是呢，只限于回答我专业领域，就是我的专业是胸外科，肺结节、肺癌、食管癌、纵隔肿瘤、肺移植等等这些专业的问题，古时性的、常识性的问题了，他回答的都比较好，我亲自验证过，欢迎各位有问题的时候咨询。 AI 非常好用，很方便，也不用花钱。但是我要强调一下，就是我刚才说了，古时性的问题、常识性的问题跟我专业相关的非常好用，但是如果您要咨询病情，如果要对自己的病有一个专业的了解，还是需要各种平台，像小和健康这种进行专业的咨询，我本人会亲自为大家解答。